长胜，早。干嘛呀？背完了。什么背完了？资料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大早上起。昨天你不是让我背资料吗？嗯。咱俩不打赌吗？嗯。我背完了。啊？ 这你怎么做到的呀？还行吧，不是还行，是太行了。我就背啊，其实我小的时候挺能背课文的，那时候要背的东西太多了，一到考试之前可不得整宿整宿的背。现在是因为懈怠了，我想不能再这么懈怠，该背就得背，不背的话客户就不了解，就不熟悉，车就迈不出去，我得对答如流才行，所以我咬着牙，一分钟都没合眼，就是生背下来。 你说了，你说如果我把这些东西都背完的话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情。来吧，咱留一个证据吧。是你这说什么事儿呢？把你录他干嘛呀？我当时不是说了，我还没想好什么事儿，但是你这个允诺得先录下来啊，我怕你不认账啊。来吧。我叫那个程胜，我打赌输给田秘女士了，我答应给她完成件事儿，还未完成，以此视频为证。 哎，违法乱纪的事不算啊。你想做，我还不同意呢。OK。干嘛呀？